Display 去年在首尔举办创设十周年展览 D Festa， 更推出众多天团的周边商品，上月也在日本大阪展出。而早前 Display 在社群上突然贴出台湾101的照片，并写下 Where to Next， 另一张照片则是 BTS、 Twice、 Seventeen 等九大团的 logo 以及台湾图案的照片，掀起众多粉丝讨论。今日 Display 终于正式宣布 D Festa 展览将在台北展出，展览将于7月6日至9月10日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出。消息公布就让不少粉丝兴奋直呼冲啊，还有人敲碗询问可以各带一位团员来台北吗，会有偶像来台吗，让粉丝们都等不及啦。